我会你的是无话不说，我会你的是一起做梦。翻唱孙燕姿我怀念的，萧敬腾唱的深情款款。原来我小时候就是爱孙燕姿啊。我看着看他 MV， 我怎么看他里面男主角都不顺眼。我认识他，对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认识他？我们合作过啊。有跟他要电话吗？还是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敢。当他 MV 男主角。哎。好，说的敷衍是因为萧敬腾他自己知道，因为他现在很忙。那他结婚的时候你有抽吗？没有。哎，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睡过了，心碎的碎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他 MV 男主角的关系，所以总结萧敬腾对孙燕姿的感觉是爱他保护他。有顾全娱乐怎么可以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个女人。台北报道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。翻唱孙燕姿我怀念的，萧敬腾唱的深情款款。原来我小时候就是爱孙燕姿啊。我看着看他 MV， 我怎么看他里面男主角都不顺眼。我认识他，对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认识我们合作过啊。有跟他要电话吗？还是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敢。当他 MV 男主角。哎，好。说的敷衍是因为萧敬腾他自己知道。因为他现在很忙。那他结婚的时候你有抽吗？没有。哎。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睡过了，心碎的碎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他 MV 男主角的关系，所以总结萧敬腾对孙燕姿的感觉是爱他保护他。有顾全娱乐怎么可以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个女人。台北报道。